个游戏就是要压枪就对了，点射都没有屁用。哪一把哪一把哪一个枪战是不用压枪？没有啊，可以点射点死人呢、啊。那你拿什么枪、啊？拿狙击枪干的。Oh look, materials。你有包包吗？是因为它是什么约会之夜这个模式，所以才增加。我包包，哎、欸，可以做金甲哎、欸。Helmet here, level two。是吗？有没有可能？你捡到什么东西？可以吧？弓箭，要跑圈的。好嘞。有枪声，哪里有？很远的。可都没有我要的配件。说过哎，为什么会有紫色框框？什么紫色框框？就是紫色的，刚刚有个一圈紫色的。你看有花哎、欸，你要花吗？好浪漫啊，这里。好、哦，谢谢。好喽。我跟你走好了。传家宝哎、欸！你抽到传家宝？没有啊，我在说那个。他是瞬间不知道怎么叫我。露露，露露。露露，你昨天跟我玩这么久，都没有发生吗？要想加本，没有，我现在看你的台啊。对吧？我昨天跟你玩了三只角色，我三只角色都拿传家宝，你都没有发现？我完全没有发现。